大家好，我是妙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游客椅弹唱群魔，是来自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要用到的和弦有哪一些。第一个是 C 和弦，把你的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品，然后是 C 大七和弦，用你的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哦，你要用无名指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 ？M 和弦，把中指放在最上面这根琴弦的第二品，四弦的第二品。好。这个时候在 M 和弦基础上，你把食指放到二弦的第一品，是 F 和弦。好，下一个呢是 G 和弦，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，无名指呢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好， D 和弦，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放在四三二弦的第二品。E M 和弦，食指放在一弦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二弦第三品，无名指放在三弦的第四品。好的， D 挂四和弦呢，把你的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二品，然后把中指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最后一个呢是 B M 七和弦，用你的食指横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二品，要保证每一根琴弦都能发出声音哦。如果哪根琴弦发不出声音，你可以把中指再叠加上去，好不好？OK， 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要用到的节奏型。首先呢，大家要伸出三根手指头，把最上面的四弦和下面两根一二弦同时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然后呢，食指拨三弦，然后呢，抓起来，然后大拇指拨三弦，食指拨二弦，中指拨一弦，好不好？抓三二一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空空，就是不用弹，然后再弹三二一，合起来是抓三二一空三二一，再一遍哦，抓三二一空三二一，我们稍微把速度提快一点点哦，抓三二一空三二一，再一遍，抓三二一空三二一。比如说，我们按住 G 和弦弹，抓三二一空三二一，再一遍 ，M 空三二一抓三二一空三二一 ，D G好，当你可以这样很顺利的弹下来，中间不会卡顿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唱词加进来了。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等我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你可以等我的和弦 C D 下面有一个下滑线哈，这个位置怎么弹 ？C 和弦你就弹抓三二一，马上换成 D 和弦抓三二一。好，这个位置是 A 部分唯一比较不一样的。你可以等我，以前我不懂得，未必明天就有以后。最后一个 D 和弦呢，你可以抓一下。然后把拍子喊进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副歌。副歌的节奏型呢，是在 A 部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个打板，然后我们这次用的是你的大拇指侧面，轻轻的转动你的手腕，像开可乐瓶、开那个矿泉水瓶转盖子那个手腕这样转动，对。然后我们这样转动，把大拇指的把我们的手的虎口打开，然后嘿打在琴的面板上哦。我们呢打在什么位置啊？打在我们刚刚那个节奏型空的地方。我们刚刚是抓三二一空三二一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把空的地方呢变成打在纸板上的这个声音，就会变成抓三二一拍三二一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是常规的游客的椅，就是音孔在这里啦，你也是可以打在这里的，好不好？抓三二一
拍三二一，抓三二一，拍三二一，好不好？试一下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节奏型带到副歌里头，就会变成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和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，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想见就是呢，把这个拿板加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实在是不会加这一下，你还是可以用刚刚的节奏型来做，也是可以，就是没有敲这一下也是 OK， 好不好？只是说会多一点变化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前奏，还有我在演示里头有一些加花的部分。如果你是初学的同学，可以跳过这一段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喽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前奏的部分。前奏的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哈。G 和弦啊，我们用的是横按住一二三四弦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二弦第三品，小拇指放在一弦第五品的这个方式哈。抓三二一，空三二一，然后呢，把你的中指移到一弦的第三品，同样。好，抓三二一，空三二一，然后再来一遍。后面就延长，然后把拍子数进就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前奏来一下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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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唱了。在东京铁塔。好，同样的，你的第一句呢 ，G 和弦也可以这样按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第一句的 AM 和弦呢，你也可以呢，把你的无名指放到一弦的第三品。当然了，我们重点要讲的是第二句，就是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这一句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一句呢，我们有在前奏上面特别做了一个标注，这个位置呢，大家按住 G 和弦，然后抓上面的三根琴弦，拨三弦的二品，然后小拇指放到一弦的三品，再放掉这个位置。然后空做两遍，再来，好。 AM 和弦呢，抓中间两根琴弦，三弦的空弦音，然后一弦五品，一弦三品，然后又是个空，然后又是三弦空弦音，一弦五品，一弦三品，合起来。然后第七和弦呢，横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二品，同样拨中间两根琴弦，三弦二品，一弦五品，一弦三品，空，然后合起来。最后一个呢 ，G 和弦可以只按这两根就好，好不好？抓上面三根琴弦，然后一弦五品，一弦空弦音，就是小拇指放掉，再来，然后抓上面三根琴弦。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把它连起来试一下哦。好，但是这句呢，其实难的地方呢，是你会弹了之后呢，要把唱词加进来。大家可以放慢速度来练习哦。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。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，好，这个位置。你总说，这个位置就特别好听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要把这一句的弹跟唱合起来就会比较难一点，所以大家呢要放慢速度，先好好练习起来，好不好？最后呢，我们再讲一点点小的地方，就是在演示里头，我到了副歌的最后一句是改成扫弦，想见不能见最
后这个位置啊，是直接接到后面。我发誓不让 C 和弦扫一下，然后按住，扫一下按住，然后 D 和弦呢扫两下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我发誓不让你等候，陪你做想做的，无论什么。这个位置的扫弦其实都还蛮简单的，就除了 C 切住 ，D 两下切住，然后 BM7 跟接下来走就是我们常用的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，好，后面就都是正常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从想见不能见最痛，想见不能见最痛。想做的无论什么，我越来越想被一颗把心被人触碰，你回来那就好了，然后结束，能重来那就好，又可以接到我们刚刚 C 部分的那一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啊，以上呢就是一整首歌的内容了。其实这首歌不太好唱，然后如果是按照我们比较丰富版的来演奏的话呢，确实要费点时间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。如果你把这首歌学下来之后呢，欢迎大家向我提交视频作业，记得要添加话题一起弹尤克里。其他想学的歌曲呢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底下告诉我。这节课就是这样子咯，拜拜。